大家好，我是 Peter， 現在就在 Hipling Subway Station 這個就地鐵總站來的，剛剛好辦完了一件事，現在出去再做其他的影啲 video 俾大家睇，等一下見啦。而家咧就坐緊我哋呢個城市嘅巴士，十三架市嘅巴士，去翻去十三架，由呢度去我十三架咧都要40分鐘到50分鐘嘅巴士車程啊，好大下嘅十三架。呢度咧就係、過去嗰10年起咗好多啲新嘅 condo 咯。嚴格來說這裡不是 Mississauga， 這裡是 Etobicoke， 即是 Mississauga 的交界處。我而家咧就嚟咗呢一間coffee shop 嗰度買咗杯steep tea 飲。頭先俾大家睇嗰啲咧就係Mississauga 市咧嗰個市中心嘅小部分咯。而家嗰度起咗好多好多 condo 咁，如果你中意住市中心嘅嗰笪地方就比較方便你啦，就喺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係全加拿大第二大嘅購物中心。今天天氣真的很好，雖然27度，但是因為它沒有太陽，有些風，所以很涼爽。哦，剛才呢我開頭的片段呢就在那個Kipling Subway Station 的窗口那裡，如果你有沒有留意到呢，窗口那裡有些貼了一些黑色的雀仔的東西的，我幾十年前來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我一直以為它是那個裝飾，橱窗的裝飾，
我諗下，哇！點解會整隻黑色，整一大堆黑色雀仔唔肉酸嘅？點解唔整翻啲根據佢啲每一種種類嘅雀仔嘅顏色嚟啊畫咧？譬如啊白鴿啊、白色嘅雀仔啊、彩色嘅雀仔、紅色嘅雀仔、黃色嘅雀仔啊。咁後屘咧，原來先知道咧，嗰啲咧係俾嗰啲雀仔咧警告佢哋咧，就話小心啲，依度係個玻璃窗嚟嘅。因為咧喺加拿大咧，好多市中心好多雀仔成日撞咗個頭落去嗰啲牆、啲大廈啲玻璃嗰度咧，死曬嘅，好多好多，一年成幾十萬隻，佢哋話原來問你服未？咁所以咧市政府幾好嘅，咁盡量喺啲地方咧都貼啲依啲咁嘅標黑色嘅大鴨啊，或者啲細雀仔就見到咧就一來就會避啦，或者轉去航線就唔會咁直衝過嚟咯。都是挺好的 idea 嚟嘅。如果你下次經過坐濕會見到有啲咁嘅隨窗，你咪知係乜嘢嚟嘅咯。今日咧新聞咧，頭先睇睇喺我呢個城市咧，又有人咧交通意外身亡咯，就係嗰啲騎電單車啦，即係台灣人摩托車嘅人咯。成日都有咁嘅 case， 所以大家出街咧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你揸車咧真係唔好太過心急，同埋一定要睇清楚，睇下有冇啲咁冇失嘅人咯。交通意外咧，喺我啲城市過去嗰五年，哇，升咗好多啊！成日周不時都見到有呢啲咁樣嘅交通事故啊，有好多人傷亡，要小心啲咯。嗱，係咪出邊今日天氣咧？雖然是夏天，但是沒有太陽，落了少少的雨，有風，很舒服，很舒服的。今天呢就不是很多人咯，因為現在時間呢不是旺的時間。加拿大政府呢最近呢又發出一個警告呢，就是提議大家呢小心一點，說呢說不定會有一隻呢新的病菌咧，就好似嗰個仲犀利過嗰個 Covid 嘅嚇，即係嗰個武漢病毒犀利過。不過咧，病毒嘅嘢冇辦法㗎啦，你真係睇你自己嗰、那個健康啊、抵抗能力啊，嗰、那個即係 immune system 啦，係咪？如果佢話今次又要再打針咧，我唔會再打噶啦。Covid 嗰陣時咧逼住要打，因為咧我有唱歌啊、表演啊，好多地方咧都規定一定要咧有打咗個針，你先可以去呢啲公眾地方嘅。而家咧我唔會啦，因為我覺得我打咗針之後咧，對我啲心臟有啲影響咯，所以咧我就不會再打的了。不過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是不是？對於大部分人的話真的有效，是不是？但對我來說呢，就只是整到我心臟好跳得很快，剛剛打的時候呢，要差不多經過這三年才慢慢叫做未必好回，叫做好回一點。未打咗支針之前，乜嘢事都冇嘅。打之後即日當晚就砰砰砰砰，我心喺度跳噶啦。咁樣睇你自己決定啦嚇。唔會再打噶啦，我就但有啲人咧身體有免疫能力比較差啲咧，就要咯。咁我始終覺得咧，大家注意嘅咧，做多啲運動啊，行多啲路啊，食多啲有益有營養嘅嘢啊，最緊要瞓得精神咧，就冇問題噶啦。冇辦法嘅呢啲嘢，好託感恩冇即係冇感染到呢啲任何病毒喺過去嗰幾年咁都祝大家一齊身體健康啦，一齊都小心啲咯。我頭先指咧唱歌啊，咁嗰時候有好多節目咧，因為嗰陣時候唔俾現場啊嘛，要去錄影咯。咁雖然錄影咧，但係你都要有嗰、那個打咗嗰個針先俾入去，因為有好多工作人員啊嘛，同埋嗰啲攝影師啊之類類咯。咁嗰陣時候咧，去餐廳你唔打嘅話，又唔出得去食嘢，所以咧冇辦法啦。但係咧，如果今次再係咁，我就唔會噶啦。唔知道你有冇呢啲感覺咧？我覺得時間過得好快，日子哇快到嚇死人啊！
1月份啱啱先過，而家就已經過咗大半年不特止啦。前幾排睇嗰個新聞，有啲市政府都話叫人咧可以準備咩冬天啊、產雪啊之類類，物理服務。好快聖誕節又到啦，哇！感恩節又快到，啊 Halloween 又快到，跟住又聖誕節，哇！啲日子快到啊，好似瞓醒覺，跟住第二日又過一個月，又過一個月，哇！驚真係好快好快，所以一定要珍惜時間，盡量做自己喜歡做嘅嘢，食自己喜歡食嘅嘢，見自己喜歡見嘅人，盡量享受人生，做自己喜歡做嘅嘢咯。太快了，時間過得嚇死人，嚇死人真係。我對我自己嚟講，我唔知道你有冇咁感覺啦嚇。我唔中意呢啲裝修嚟，好唔舒服咧，好鬼舊嘅感覺。佢係幾年前重新裝修過，但係唉，請個設計師真係九流。頭先咧，其實準備咧，本諗住咧係嗰個中國城嗰度咧，睇下有冇魚，因為咧我養嗰啲魚咧有兩條咧走咗過咗身啦，所以我要補翻咯。不過有啲攰啊，因為琴日瞓咗得四個幾五個鐘頭覺。諗下算啦算啦，唉，費事去啦，反正過幾日去都唔緊要啦，係咪？咁就走嚟呢度飲翻杯。茶提下神咯，咁好啦，今日就係咁簡單啦，同你傾偈。有咩問題留言啊，俾我咯，我一定回覆俾你噶。咁喺度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啦。下次見咯喎，記住俾個 like 訂閱咧，一定唔使錢嘅。有時間去睇下我網絡嗰度咧，有成1700個 video 嘅，咁一定有啲你會中意嘅。好啦，下次見。飲完茶咧，就嚟呢個華人超市行下，買啲零食。呢度就係嗰啲餐具部門咯。喺我城市咧 ，Mississauga 好多間華人超市，好大間，好大間嘅。呢個就係其中之一間。唉，好多零零碎碎啲嘢買。超市生意係最好賺嘅一個生意咯。諗住買啲豆漿啊，同埋其他啲零食咯。哇，好大個榴蓮，你睇下，依啲係咪榴蓮嚟㗎啦？應該，哇，大到啊！俾睇下我隻手咁細個。不過我唔食榴蓮㗎，我由細到大都唔食嘅。但係中意食嗰啲人咧，哇，當佢真係咧山珍海味。但我係永遠唔食榴蓮嘅。啊！有龍眼啦，有龍眼啦！咧呢個棗咧好好食嘅，我好中意食嘅，即係等於我哋食嗰啲紅棗一樣咯。不過係未變紅棗之前咯，就係咁樣樣啦。咁咧就有紅毛丹啦。嚟咗零食部門買咗啲花生，再睇下有冇其他啲零食。炸豬皮菲律賓，不過咧好高卡路里㗎。呢個咧就係嗰啲零食部門咯，菲律賓嘅又有，越南又有，香港人又有，台灣又有，大陸又有，任你揀咯，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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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家係食肚嘅季節，一個扁肚咧就5.99一磅，加拿大嘅黃金嗰個毛肚咧就2.59一磅。看你喜歡吃什麼，有白肉肚，很大個，4.99一磅。
咁花蜜布里3.59一個。白水蜜桃3.99。咁黃色嘅黃玉桃咧，冇毛嘅咧就係3.99。任你任你。咁加拿大本地出嘅黃玉桃咧就5.9，2.59一磅，係咪好多好多啊？而家係食土嘅季節啦～